来关心周末的天气情况。星期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有短暂雨，其中花莲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，而中南部则是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。气温与周五相似，中南部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，早出晚归的民众保暖衣物还是不可少。以下来关心12月7号的天气情况。